上下摇动定量吸入器3到5秒钟，移开喷口的盖，把定量吸入器拿直，将吸口插入储物罐的尾端，将口罩牢牢套在口和鼻子上，确保口罩紧密贴合皮肤，口罩与皮肤之间没有空隙，将储物罐装好，按压定量吸入器，释放一剂药物进储物罐，保持不动，正常呼吸和吸气5到10次。或者深深的吸一口气，屏住呼吸约10秒甚至更长的时间。如果还需要多一个剂量，可在1分钟后再重复以上步骤。